妈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个什么表情啊？你要我什么表情？我担心你啊，你这晚才回来，你还要我表情好？我叫杨雪，是一名90后的青年志愿者。我妹妹是同济医院的护士。全市公交停运后，我每天接送她上下班。我发现还有很多像她一样出行不便的医护人员，于是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守护天使志愿者车队。这每天在外面跑会不会那个？我防护的很好，好，安全措施做得很好。好，他就这几天都在办物资，还好。你办物资，你别人有那个潜在的危险，然后传给你呀、啊，你别掉以轻心呐、啊。还有那个消毒液的、酒精之类的东西，还有我们的那个，就是酒精呀、啊，需要很多。今天来的全部是志愿者车队的司机，大家一起帮忙运货。还有房子，是吧？28的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众志成城嘛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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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放个交通灯呢。来，中心医院的往这边，往后倒。啊，再放前面。过来。前面放一点，后面再放嘛。送货把车胎压瘪了，他现在跑来加气。看我车重了有多少，胎都压瘪了，我也没压瘪了吗？压瘪了吗？你要看一下我们，你看我们车屁股看看，那车那么多。没想到凌晨接了不到4点钟吗？免得又回去又吵醒，把家人吵醒了，就在车里面休息一下。送物资。嗯。二号本子。好。一个收条吧。接我的名字。下雪了，好大的雪！守护天使的战士们正在运苹果。准备出发。我们红山区青年突击队守护天使志愿者车队现在正在装货。志愿者车队一共来了11辆车，11位司机，大家现在正在清理后备箱，准备上货。我叫严国贤。我叫胡霞。我叫燕军。钱雷。我叫周玉琴。已经跑了3000公里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国家有难必有责，小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爆发出很大的能量。作为一个武汉人嘛，为武汉这边多出一份力嘛。我希望各位一生平安吧，也希望武汉会越来越美好。